16号，小鬼16号，8点在我的唐艺大舞台用他的号直播。第一天我可能就不会帮他那个，他想自己播。然后第二天17号，我会来到小鬼的直播间帮他播。然后呢，18号小鬼再来到我的直播间帮我播，所以他在这边要待3天啊，好不好？那打个广告啊，好不好？打个广告。大家敬请期待，我跟小鬼看看，再看我怎么抓鬼啊，好不好？怎么抓鬼？然后呢，刚刚3.2万人，其实很多人说啊，要为什么不打第一名什么的？首先，第一我是，没从来就没要求大家都是，每天要帮我送600张人气票，我觉得每天送60块钱，其实是非常。就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这也是个非常大的这个开支。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我一直想让大家一直陪伴我走得很远很远，我所以一直想让你们细水长流，能够每天来回来做一做任务，每天给我送一张人气票啊，每天有3万多人给我助力，慢慢慢慢我们凝聚力越来越强，可能到4万到5万，每天这么积累，我相信就是大家看我也不会累啊，是不是？看我也不会辛苦，不要说要送很多礼物啊什么的，但是又能在我的直播间就是听唐艺唱唱歌啊，闹腾闹腾啊，开开玩笑啊啥的啊，是吧？大家可以长久长久的陪伴我，需要的是这样子的结果。所以今天非常好，3.1万人，明天我们继续好不好？明天继续来，接下来我来唱一首白狐咯，白狐来咯，要不要听？还没发过来啊，他在干嘛呢？那我们先唱首片片相思赋予谁，来准备好，我们展一首片片相思赋予谁送大家，也谢谢今天3.1万人帮我助力的每一位家人们，可能有其他家的宝宝们啊，也谢谢大家。来了来了，老板，来，家人们，白狐来了，你们想听我唱白狐的时候怎么样？不要送这个帽子，等一下，一首白狐送给大家。
是一只，声音不对呢，没发现吗？没发现声音不对吗？我是一只，哎呦我的妈！能不能放一下伴原唱，切一下，对吗？你对了吗？你对了没有？老板，我们再对。我不是不是跟你说了，要对好。来。就好不容易因为花了大价钱呢，花了巨资20块钱买了一首伴奏，你知道吗？花了20块钱买这首伴奏，不准说那个帽子了，我们来准备好来。有人说我刮铁了，家人们，我也感觉今天的人气怎么这么稳呢？一直十万加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今天准备好一首《白狐》送给大家。这不对，千年我是一只秋蜥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你确定你对了吗？你确定对了吗？我是一只秋蜥。我在哭吗？我这是再帮我对一下。好的。你在干嘛？我们没有找到那个陈瑞老师的那个原调，然后刚刚对的是小阿峰老师的。我我是一只秋蜥太难了，家人们，你没找到你为什么不说呢？你怎么对的小阿峰老师的呢？来，准备好。我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。快点来，快点来。哎呀，这个帽子不要松啊！啊！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，千年修行千年孤独，夜深人静时听我一曲无奈倾诉，灯火阑珊处可有人听见我跳舞。我是一只修行千年的狐，千年修行千年孤独，滚滚红尘里谁又冲下来爱的苦，茫茫人海中谁又喝下了爱的毒。我爱你是你真你的美戏寒窗苦读，歌词不对。东方花中，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？我是那千百年前放生的爱不离开，一枚飘飘，一枚飘飘，缠身山盟都化作虚无。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？只为你临别时的那一次回顾，看看一枚飘飘，一枚
生来世还做你的护。千心千年的火，千年守心，千年孤独。尽可是黑尘蒸馏出下了爱的火，茫茫人海中，谁又喝下了爱的毒？我爱你是你正一定如戏寒窗孤独，失去你是你一眼走云三千亿不负。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？我是那千百年前放生的白狐，你看一枚飘飘，一枚飘飘，还梦还是灯红一舞。能不能为你再跳一支舞？只为你临别时的那一只眼目，看看一枚飘飘，一枚飘飘，来世来世还做你的护。一枚飘飘，来世来世再做你的护。人家北京舞蹈学院高材生，真的是专业的，知道不？虽然我们是广西学院，但是我们也是专业舞蹈的哈。来，一起给浩东点点关注，半壶烧，下一首好不好？来，浩东在榜几？榜十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浩东，我在榜十八，一起点点关注，差几百就到二十五万了。我一如雪，独一枝青花，揽五分红霞，采竹回家。悠悠风来，买一地桑麻，一身袈裟，把思念放下。十里桃花，败家的年。哎呀，烦！挽尽头发，檀香拂过，一株浓青纱，空留一盏芽色的清茶。倘若我心中的山水，你眼中都看到，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，怎知那浮生一片草，岁月催人老，风月花鸟一笑真圆了。感谢加送人哥，谢谢张先仁哥哥。
十里桃花，待嫁的年华，凤冠的珍珠，挽进头发，贪生浮光，玉烛弄新裳，空有一盏颜色的清茶。倘若我心中的山水，你眼中都看到，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。怎知那浮生一片草，岁月催人老，风月花鸟一笑尘缘了。倘若我心中的山水，你眼中都看到，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。怎知那浮生一片草，岁月催人老，风月花鸟一笑前尘了。怎知那浮生一片草，岁月催人老，风月花鸟一笑尘缘了。哇哦！来，我们榜二的张强哥还差1000关注啊，没有关注榜二的，咱们给榜二的张强哥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大哥走呢，帽子哥走呢，家人们。哎，那大哥刚想点关榜二是谁？啊？榜二张强哥走了，走了来了来了、他来了，没看到、兄弟们给榜二的张强哥点点关注吧，好不好？他还差1000，给他破一再点1000关注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好，我看看你们还有什么歌想唱的。今天我唱的还蛮开心，祝福了你这。风吹沙，雨莲花，千古佳话，似水中月，轻倚着镜中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风桥月下，谁在弹唱思念远方牵挂？那年仲夏，你背上铃铛离开家，古道旁，我欲语泪先下。庙里秋阙，我哭诉青梅等竹马，求菩萨保佑我俩。不停的猜猜猜，又不来一卦，几说不话。还是单肩手旁，对你的爱爱爱，我断了天涯，造化弄人，缘分阴错阳差。风吹沙，蝶恋花，千古佳话。似水中月，轻倚着镜中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风桥月下，谁带残糖思念远方牵挂？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离开家，竹道旁，我欲泪先下。庙里秋歇，收获了一折又一折，而我们何时发芽？不停地猜猜猜，又不来一卦，几说不话，还是安静手旁。对你的爱爱爱，望断了天涯，造化弄人，缘分阴错阳差。感谢张强哥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坐一下吧，累了。今天唱一晚上累了，家人们来，来，我们老师古筝老师过来一下好不好？古筝老师过来一下，来，好累，谢谢浩东。Hello， 老板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
哎，我问一下，我以前很喜欢唱歌的，小时候还是很喜欢唱歌的，但是啊，转行了，咱就弹古筝了。对对对对对。你是刚刚加入咱们彩虹堂的，是不是？是的，刚加入的，刚加入。哦 ，OK， 那我们一起，你看看，你平时在直播间的话都是那个弹古筝，是不是？嗯，对，也聊天吧，聊天在榜姐，我们再给他点点关注，榜十九啊，哦，榜十九，家人们点点关注，给真真点点关注，加加油好吗？感谢支持。好，真真，喂，你会弹古女儿琴吗？会，但是你的调我不知道能不能唱，你去试一下，我们俩试一下古女儿琴好不 好？因为今天大家一直在点女儿琴，广告时间没有广告，今天没有广告啊，家人们，最近没有广告，嗯，然后女儿琴的话来。我们女儿琴，我去弹来，我跟她合作，这又是谁送的呀？好热哦，现在一头都是汗。女儿琴来，有点像屯屯，她掉榜了。他们说你掉榜了，你看一下好不好？为什么掉榜了？然后我跟她一起合作一个女儿琴来，准备好，榜二十啊，榜二十的真真啊，好不好？一起给她点点关注。来，我们来唱一首《女儿琴》送给大家。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弹哦，这个伴奏。哎，这个歌是不是唱过了？今天我们唱过了吗？哦，唱过了。对，唱过了。但是你们还想听吗？你们还想听的话，我再唱一遍好不好？再唱一遍啊！然后咱们给他点关注啊。这个帽子怎么又来了？我不想戴这个帽子唱女儿情，家人们。龙奔。龙楼问你，我们换个，给我们老板美丽一点好吗？女儿情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三声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说什么王权富贵，和什么戒律清规，只愿天长地久，与我一桩人情相随。爱深长相随，谢谢。刚刚出问题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来，我们再次给我们的文真真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文真二十二，榜二十二的文真真。榜二十二的文真真。榜二十二的文真真，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文真真，点点关注我们的这个古筝老师啊，是第一次来我的直播间啊，好不好？下次会更好的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好，下次练习。对，这个是的。真的没有你。风雨诉悲情，花落过花开，容我一人听去释怀。人生的一曲情话，一首情歌两难，
我们为何一别两宽，人生来须尽欢，情未腐烂，南北在无辜也往来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倦看夜雨江南，梦里无人生还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时辰太晚，绵绵温情差你是寒。唱一段吧，好不好？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你直播时我好紧张，但是现在唱不上张了，是不是？他的声音是属于那种男低音啊，所以他声音他是比较适合唱这种歌，我觉得唱这种歌好好听的啊。来，咱们再次给我们浩东点点关注，榜十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浩东，我在榜十七，每天下午2点半开播，喜欢我的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哇，我觉得浩东穿这种衣服好帅哦，你真的穿这衣服好好看。啊，点歌我想。擦掉，对，我想对我的爸爸说声对不起，可惜他再也听不到。我一直以为他不会那么快离开我们，他在的时候我对他的恨超过了对他的爱，现在成了我一生的痛，有点抑郁，是唐宝的歌声带我慢慢的缓解了我的悲伤。可以听唐宝唱一首《听闻远方有你》吗？ OK， 没问题，来，要女生版的《听闻远方有你》啊。哎呀，不要送这个礼物了，不要放这种音乐好不好，这是催眠曲一样。一首听闻远方有你，我要抒情版本，然后你把歌词弄出来，来，这个时候不要唱 DJ 了，我们就是跟家人们来，歌词弄出来。说过的忘记了吗？小一点，矮一点。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，再小一点。把我放大一点点。从开始都没有离开过唐毅，谢谢。谢谢，因为我觉得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是很尊重他的故事，因为他说的故事其实比较伤感，我觉得大家不要搞笑了吧，好不好？可以送花那个戴头上的花圈圈给我，是吧？然后咱们也可以送点其他礼物，真的不要搞笑了吧，然后呢，我希望这首歌能够治愈你。还是那句话，我觉得咱们就珍惜眼前人。好不好？不要等到离开了以后再后悔，我们要珍惜眼前人。来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粉丝宝宝，看看是哪一位。准备好，来，让我放到上面。亲，我要点歌。从小我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，爷爷奶奶在我初中的时候